小心点飘。那个，请问你是学表演的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现在的小朋友这么直接吗？这还就问有没有男朋友？你有。再说了，我学表演，跟我有没有男朋友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小心你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看你这么多东西，你要是没男朋友的话，你一个人肯定办不完了。多虑了，小朋友，姐姐当心。完了，好像有点直接了，还叫我小朋友。老天安排的最大，嘿嘿，找到了，小姐姐。你这人怎么还锲而不舍的呀？不是，你又误会了，你包掉了。谢谢。啊，没事。那个，你用帮忙吗？不用。他太让我心动了，兄弟们。可是他好像有点高冷啊。我不是看你那个书放不上去吗？谢谢。我先走了。他好可爱呀、我是不是有点冒昧了？得跟他解释一下。